然熄火卡在路中间，实在超危险，很有可能就是正时皮带出了问题。在啊，如果说汽车引擎是我们的心脏，那么正时皮带就是心脏的心脏。如果出现异音哒哒声，就要特别注意皮带位置可能不对了。严重的话，如果一断裂，就是马上熄火，这时候就要进场准备换掉。像我们平常打开引擎盖的时候，没办法轻易找到正时皮带的位置，就是因为它隐藏在引擎的里面。光是师傅要进行检查，就要花费2到3个小时的时间。如果整个换掉，就要花费将近1天的时间。因为耗时又费工，光是检查至少都要3000元起跳，因此专家都会建议车子里程数8万到12万公里就要到车厂替换一下。而正时皮带要换，国产车7到8千元，进口车则是2万多元。我知道它是皮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驱动东西，满1000要回去做检查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半年或者是开10000公里要回去做检查。宁愿花小钱也不要花大钱进行维修，因为正时皮带跟引擎息息相关，如果一断裂伤到引擎，一维修国产车最便宜都要4到5万元起跳，进口车更。电源接上时，仪表指示灯会亮起绿灯，过一段时间熄灭。以上是皮带松脱的现象。当马达启动时，握转速提高，皮带如果产生异音，仪表则会亮起红灯。